定要记得写下课哦。还有呢 ，Don't make a mess， 不要在课本上弄得好脏哦，因为有的人的裤子又像你擦，擦的黑不隆咚了，这样看起来就不好看哦。还有 ，Don't forget to take your homework， 好、哦，有的人呢就把它放在抽屉里。功课呢就没有带回家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把家课带回家。带回家之后呢 ，Remember to write neatly， 一定要写整齐一点哦。有的人都随便马马虎虎随便写哦。还有 ，Listen to your mommy， OK？